拼命三郎奖，他为了学习钢管舞，12岁就背井离乡，独自踏上求学之路。他曾因腰伤被医院诊断，再也不能碰舞蹈。他以梦为马，从未选择放弃，最终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光芒。他就是。 唐玉硕，祝贺唐玉硕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来有请唐玉硕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，为我们的获奖选手颁发拼命三郎奖。再一次恭喜玉硕拿到这个沉甸甸的奖杯啊，有什么样的感受？今天拿到这个奖呢，挺开心的。 因为我也是之前在训练中受伤了，一度不能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了。但是今天我又站在了舞台上，又站在了我们黄金100秒的舞台上，克服了自己的内心，克服了伤痛，浴火重生。我相信黑暗的尽头一定是黎明，我会永远坚持下去的。